得失感，你有得失，知道吧？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有。但是我就对那个本来没动过，我不甘心。本来没动过啊，本来没有动摇的那个，我不甘心。我觉得我本来我就明白这个。本来明白什么？本来就没有动摇啊，那个如如不动的就是那样子的。嗯。那圆觉就是那样子。嗯，但你不清净。因为不清净才不甘心。因为你不清净，你又是善又是恶，又是得又是失，又生又灭。嗯，所以才不甘心。有苦有乐。你用生灭心体验圆觉呀、啊，所以你不清净。你用生灭心在体验圆觉境界，知道吧？所以你苦乐，你不清净，你不能不动。首先从不动，然后到清净啊！我一直说就觉而不动啊，觉而不动啊。但是你苦也是个不动啊。你认为你苦不动，你就安住在那个境界里。为什么你不接受这种苦？你为什么不接纳这种苦？为什么要抛弃这种苦？一定要求个乐？那时候我那不是阿罗汉境界吗？师傅，就在这一块儿，我是不敢认呢，是潜意识的回避呢，还是怎么样？你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啊、嗯？你不知道你的状态。是。就是说，你的脑子比较散乱跟杂乱，你都不知道你在体验什么，你都不知道你的状态，这就是到最后众生了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众生，他所以跟他连众生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他何况能认识如来呢？是啊，所以你不太了解你心里边的角色啊，所以只有如来才知道你内心身心所想啊。只有如来，为什么说只有如来知道每个人想什么，怎么修，修正到什么程度，只有如来知道。因为我们是有散乱的状态，一个意识层面的散乱散乱，而且会很着相的去每天生活的，就是啊，有一个开心的东西，我喜欢这个东西得到了我就很开心，失去了我就很苦。其实他内心深处真正的心在什么地方，他自己是不知道，他处在什么状态是不知道，因为太散乱了不知道，知道吗？杂念太多，只有如来知道你哪一块是最执着的，哪一块是生生世世没有破境的，他会对着你那一块破。师父，我的问题是这样，就是我不想回避那些就是苦难啊，那可能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软肋，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这个清净不够。你不回避，我也知道你没办法回避，你有什么可回避的？如果苦难来临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回避的，因为心的感知苦难是刹那就感知过来的。你逃得了出去，逃得了逃不了，逃只是头脑的一个轨迹。你心的觉受是，不因为你的头脑里有任何芥蒂，它直接那个觉受就过来了，是吧？所以那种东西你逃不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不清它，我觉得我看面对它就好，是吧？因为是上次的时候你跟我说。虽然我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的潜意识有一些很残忍的东西，很残忍的东西，我不知道是过去式的痕迹呢，还是我自己曾经造过的业障啊。这个你像这佛的大弟子就在法号经里面说，下地狱的大有人在，地狱带几万大劫出来的大有人在啊，就是这个我从理上呢我觉得没问题。那我就是想干啥你认了，或者是该担就担了就完了呗，对吧？我不想就这样的。你担什么、啊、你有什么可担？你要是说有个众生的业力可担，有个你在那儿担的话，你就压死你的。觉受是有，比如说我也会有啊，比如去年我很难受，那我很苦啊，很辛苦，因为觉受在那儿，心啊包括身心都会很辛苦，那你必须不断的用佛的芥蒂来是无我的，那众生也虚幻，就没有担众生业力这个东西，知道吧？你在芥蒂上要这样子不断的告诉自己，但是那种觉受它会不断生心那种苦，因为你没圆满，它会升起，它你会空在那个时空里，其实就是还是空在这个身心里，知道吧？虽然芥蒂是芥蒂，但那个芥蒂正量不够，你起不了作用，起用不了，知道吧？但是归根到底你的自我什么东西你还在那儿嘛，因为九觉受受也空，你空不掉嘛，你说心经说受苦你空不掉，那你还是被空在那儿嘛，但是空在那儿就是这个时候芥蒂很重要，芥蒂一个是说
你会觉得这个苦也是一个清净觉晓，它是不管它是这个苦的是个受，是个受，这个受是空的，但是我现在在这，在这儿，它是如虚幻，但是呢，它是因为我虚幻，所以的芥蒂一定要到位啊，你不迎不拒啊，你只是盯着它，但是不代表你不辛苦，嗯，是不是？你苦多久啊？它一定会转的，嗯，因为它是生灭法，因为苦是相对于乐升起的，它苦到尽头，它一定会转成乐，它一定会转过来的。但是你就是，如果你有正量，你就会有清净的心面对苦，面对乐。既不苦，你用清净的心看着这个苦。但是实无众生可业力可担啊，一切都是幻境啊，只是我们没有正德，就说气脉啊没有转化，所以有那个辛苦嘛。戒定还是很重要的，否则你真的会自杀掉。因为那种辛苦来临的时候，可能你真的。你活的就觉得一点意义也没有了，死都觉得没意义，所以老实话。但是你太辛苦了，很多医院的病人，当他苦到极致的时候，他会选择安乐死，是吧？但是有时候你那种辛苦，可能你真觉得死也没意义，但是你还是觉得死了吧，因为你太辛苦了。因为你放弃了，可能你还觉得挺快乐的，是吧？不受那个绝受了嘛，绝受你马上就能解脱了。这个世界的众生，很多有很多很苦啊，真的很多很多。有多的，我相信你们目前承受的这些东西，因为你们都是在自己的承受力范围承受东西，是，所以没有问题的。只要继续往下修，你的承受力会提高。在我之未破以前，你一定会承受一些东西，业报啊这些东西。我之一破，这些东西都成梦了。你破不了我，你就在受。破不了我，那所有的东西都在善业恶业都在那儿。你我只破完了，你才能这个所有的才能成梦幻泡影啊。这些我们内心深处有些东西，在第一地上我们是清净觉晓，就是圆满。但是我们确实是一开始切入这个实相，我们是有时候是染了。染了，就是说一下子切入不了，内心生不起那种力量来。其实这种力量是从认知来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是、啊。你认知足够了，智慧足够了，你才会升起来。